现在胜部冠军哦，现在胜部冠军啊，不是，败部冠军挑战胜部冠军哦。别坐了，坐了，站在后面就可以了。败部冠军是伟忠跟 Andy 哦，胜部冠军是龙恩跟阿丁，小灯，阿灯。我站在对面，压他，压他，压。你们平时在练球的在干嘛？后面看到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赌一场2000的，我跟你打。好，算了。哎、欸，总统，你干嘛跌倒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八岁，然后是读国小三年级？八岁吗？他说他八岁啊。小三年级，他是八岁吗？九岁。九岁吗？九岁。没有，我们这算四岁，算四岁，没有，那是虚岁。所以他是六岁上国小一年级，他九十九岁啦，他九十年级的，应该是年头了，九了，现在才100年哎，我八岁啊，现在八岁，我是八十，哦，哎呦，哎，很舒服，女生这样就不太好，不太好，哦，哎呦。没更小，没啦没啦，我国际赛的队友呢。好，被你看一下。哦，好球！在伪装国际赛，你打后面。飞飞啊！哎，国际赛快到了吧？还28加，待20天。哪一天谁可以教我一下？教你后排，是你教我们吧？还有你，还要我们教你？哎，我打后排怎么打？怎么打？那你都不知道，谁会知道？好，阿信，快，这场快结束了，这就结束了。去啊，进去快点。小心啊，冲进来吗？我靠呀！哦。下一球是不是？好，没事，刚刚练，刚他听起来。你要玩球是？自己去玩，自己去玩。我也好。好来，我真的加强。你把女儿支开就支得到了，对不对？原来是为了要打这么大声，对不对？很少可以遇到比我大声的。你说放屁吗？还是放屁比较少人比你大声？应该是真的。我跟阿北那天又在那个郑重的讨论了一次，真的没有人用喷射的，只有你而已。对。哦。你那边好像有个气阀，突然间打开，瞬间排气，对，就泡出来了。哦哦，空台可以打回来。哇，那是假动作。飞的我看到了，你的传球算什么？这边我们看到台湾的希望啊，就是露营的这个。好了，打球的，打球的。很少见的事情啊，人家说听到台湾的希望。好，我应该要在前面比个耶。我照镜子就有我了。哦。一定是中达没出手的关系。那个奖金要分红，没讲话呢。哎呀！有关有机会啊！有你讲话就有。你看我对你多好啊！赶紧拿三分之一啊！这是团体战。
哎呦啊！可以出价，看谁要我讲话，谁要我让他到退出。好。在后面越飙越高。6-4，外部冠军暂时领先。这边可以叫妹哦，我叫妹妹。哦，外部冠军挑战成功，胜部冠军挑战成功，两个双方扯平，重新猜拳哦。是啊。